我们的新大河，我们首先带了很多的糖。 这个跟我们一会儿的表演可能有一也有关系，是不是？细节控，细节决定成败，学会你的味道。对，然后还带了一个，就是俊宇没来，就是因为他可能太难过了吧。我们把他的蝎子给煮了，蝎子我放这儿啊，很好吃感觉。<笑> 把这个蝎子给煮了，没有没有，吓死吓死，那是小龙虾吧？小龙虾，对对对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我们。好的，谢谢哇。Boy Story 是今天准备的最充分。喂，在干嘛？别叫货，别别别叫，快别玩大了，受不了了。啊，我们准备的东西一看就是很丰盛啊。首先有一个大锅。 大冰箱、大电池，交个朋友好不好？哇哦！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桌？我现在就是觉得 S D T 家族带了什么？三明治吧，这个是。我们这个是工作餐，平常就吃这个。你在撒谎吧？我拿勺冲了。 我们就吃一勺，我们只有烤一勺吃。众筹啊，众筹，众筹。那什么，这个放这一下就占满了呀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占空吧，能不要它了吧？你们分一点小饼干，过来过来，我是手很短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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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已经有了，有了有了，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，大家随性就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镜头来，他们这里是什么？豆汁吗？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，真要喝吗？ 哎，我真的我没有喝过，我从来没有喝过。等一下，我喝甜的，跟豆浆差不太多其实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<笑>就不要闻，就闻起来不好，但是喝起来。找个人要走来。好好喝呀，这个东西。你喝豆汁吗？我不喝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喝豆汁吗？我怕一会儿吐出来会很难看。吃啥呀？豆汁，你可以尝一口。 啊！你刚刚是喝了一口，然后来陷害我们。它的味道应该是百一口幼儿园的味道。好了，来，试试。他们还没，又来了，跟我老家一个什么很像。不难喝哇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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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干了啊！咱们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干豆汁，干豆汁。 我给我有一杯吗？那给你整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马上马上。勇士，都是勇士。没事，快点吧，我们也不用怎么串门了，就赶紧把自己火锅点起来得了。不是，我们其实可以拿点。一点。够了够了，别甩了，哥。不够，这才多少？你们想吃清汤的还是想吃红汤的？辣的辣的。OK， go。 够了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了，不够，不够，有的人吃不了辣。不要太多辣。弟弟们，你们有筷子吗？有筷子，有筷子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好混乱啊，我要疯了。好，该成锅，该成汤，开始。你搅一下呀。哥们，你拿手搅啊。稳住，稳住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好吗？拿手搅。我裸搅。不要动。快，闻一闻。你们是不是要过分啊？大家都来吃啊。 哇，来锅来锅，一起吃锅。火锅还是太热门了呀，大热门。哇，你们这个真的很 nice。